琪老师，我们这个创意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闯关游戏吗？我们田径运动有一项叫障碍赛跑，那它在国小它比较不会出现了。那我们这个发想就是以动物让我们去联想，说像跨就很像羚羊跨跑啊，我们就希望它可以跑像猎豹一样快，还有爬，然后还有跳。然后想说我们就结合这个障碍赛跑，然后再综合闯关活动啊，还有现在很流行的冰箱越野的部分。那我们会是以小组的方式让他们培养就是团结合作的一些精神啊，让他们去闯关，然后我们就是有共同学习的机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加入他们。好，走，第一关，第一个套圈圈，套圈圈的。生活的五步骤，可以一起给我们的主持人还有自己再一次